拆掉了，所以今天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哦。这个地方是用租的啦，然后你觉得怎么样？这边不错吧？Thank you.
过河比较舒服一点也不行吗？我有错吗？我们有错吗？没有。170万的退休金没拿到半毛钱，我上有老母、老爸、